咁我哋今日呢個主題咧，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主題，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喺呢方面咧係好難勝過啊！就係點樣靠住耶穌勝過人嘅負面影響？有好多人咧都係俾屋企人啦、同事啦、朋友啦，甚至有時係教友影響，令到佢哋咧就整個生命咧唔能夠發揮出嚟，整個生命咧係唔開心啦。是被这些烦恼困住啦，以致呢个生命根本就不会想怎样发挥，只是想即是怎样可以开心啲做人啊。但有时呢亦都有啲人不断去思想，呢啲人点唔好啊，佢真係衰啊，点解神都唔惩罚佢啊，点解嗰啲人仍然可以有咁多自由啊，就以致呢佢哋嘅心中呢係好多嘢困扰啊，整个生命唔能够发挥。咁我哋今日就讲到点样能够得胜，并且咧系以善胜恶嘅。好啦，咁咧就第一咧就系人咧好多时有不同嘅方法伤害我哋噶。咁呢只猫咧其实系唔系真猫嚟嘅，系将人嘅样摆落个猫嗰度，就一个藐视嘅态度啊。即系人会藐视啦，会闹啦，讲闲话啦，讲啲伤害性嘅说话啦，讥笑啦，指控啦，都系咧好多时人会做嘅嘢嚟嘅。以致人的心咧傷透啦，其實真的不識得處理咧。有時個心可以傷心很久，我自己都曾經被人哋傷害啦，即係有幾年的時間咧，成日都不開心嘅，成日都有一種壓力壓住，甚至咧後來咧嗰、那個困難已經過去，我依然咧會覺得咧喺個裡面咧有一種即係會自己有一種懼怕生出嚟嘅，自己喺度洗碗啊，做一啲。即是做一些普通的事的時候，個心裏面有一種壓力和有一種懼怕走出來的，原來呢是即是說這件事可以這樣影響我們的，如果我們處理不到，但我感謝主，後來我是刻意地處理，是有方法的。我一方面今天是講聖經，也都是講到我自己個人是怎樣在這件事上得勝的。這裡講到這個現代字眼宅女宅男，就是怎樣的人呢？因為他受傷害啊，他不懂得怎樣處理，那他就怎樣呢？他自己也跟人相處很困難，他說話很直接，排斥陌生人，他也不懶得去解釋，只是跟熟人講說話。那於是呢，即是他們因為受傷害，以致跟人相處是很多的難阻的。好了，我們首先就講到容許別人影響我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知道呢可以對我們帶來什麼的傷害。那第一就是說呢，左邊的圖就是說呢，覺得哎呀沒人愛我啊，我真的沒用啊，我最蠢啊，我經常都失敗啊，人就蝦我，我真的很可憐，這種的自憐啊，覺得自己很慘的情況。那也都是中間的圖呢，就是說呢被魔鬼留地步了，因為罪的緣故，魔鬼進入這個人的心裡面，魔鬼甚至可以偷入人的靈魂。怎樣偷人的靈魂呢？就是當人呢在他裡面時時都受傷害的時候，他會埋怨神，他跟神的關係不好了，以致他被魔鬼留地步，然後後來就個人變得軟弱無力，還有他會浪費生命，他覺得哎呀做人都沒意思了，所以他就整個人生命是會浪費的。還有這個叫大腦可塑性，是科學家所發現的一件事，就是人的腦原來可以塑造的，人神造我們的腦是很特別的，是可以學新的時候，它會搭一些新的線路，每一樣我們學的東西都有一條線路在裡面的。即譬如小孩子學走路，我們大人就覺得很容易，但是小孩子學走路的時候，它是很多的線路搭埋它的身體每一個部分配合，然後它才學到走路的。其實小孩子的時候是最厲害的，學東西最厲害的，可以在兩年的時間學到一個語言，而大人是很難很難的。在這個時候，他們的腦是不斷開一些新的線路，但我們感謝主，神給我們人呢成人之後仍然可以學習，甚至到老年仍然可以搭一些新的線路。好了，當一個人時時在輕省平安喜樂裡面呢，左手邊的圖呢，這個是不是會有燈的？這個等一下，這個有沒有燈的？ OK，左手邊這個圖就是一個健康的腦神經細胞，那些神經細胞之間是沒有攔阻的，但是當一個人他不處理到生命，他時時都憂傷煩惱，
又影響睡眠、影響健康嘅時候咧，喺個神經細胞咧周圍咧就會生咗有好多呢啲啊殘渣蛋白質嘅殘渣停留喺度。呢啲殘渣咧係會令到佢咧嗰個神經嘅運作係遲鈍，所以有好多人咧開始即係唔係好大年紀，開始話：哎呀，我好失憶啊！好多嘢都唔記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情緒睡得不好，另外就是負面思想，另外就是他沒有用他的腦。有很多人呢二十多歲開始呢就是只是掛著做他做開的事，上班做開做的事，回家煮飯吃飯看電視，永遠都是同樣的事的時候，他的腦不沒有發展，亦都整個人的腦部是會遲鈍的。大家你想不想老人痴呆呢？有些人很年輕已經老人痴呆了，就是因為他沒有管理好他的情緒。但是當我們管理好我們情緒的時候，我們的腦是可以到了年紀大依然是可以很醒覺，依然可以回應得很快，思想很敏鋭。好了，首先我們要處理的時候要明白一點，就是人的負面的說話和行動沒有權柄，因為神是掌管一切。這個第一件事他那時候沒有權柄，但很多人就覺得哇，他罵我，他傷害我，很大件事啊。但其實那件事是沒有權柄的，但人因為覺得不服氣不鋸，他這樣傷害我是不值的，所以他們不肯放手。好了，人的負面說話留在空氣之中只是幾秒鐘，但是呢有些人就一世捉實他，一路這樣想，整天思想，反覆思想，以致他受影響。但如果一個人處理得快，其實我們可以刻意處理，就是說我已經接受這個人他是時時會傷害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識一些人，在你周圍他以前傷害人，現在都是傷害人，他繼續傷害人，除非他被神改變。他以前煩惱，他現在煩惱，將來都是煩惱，是很難改的。所以聖經有句說話講到呢，他說豹能夠改他的斑點呢？黑人古實人能夠改他的皮膚呢？他說如果他能夠改呢，你們都能夠改你的惡行，因為人的罪是很深在他的心中的。那有很多人呢，他一世人都很難改，他其實呢很多時候由小時候開始，小時候縱慣了任性，小時候曳開始，到大的時候傷害人，其實他成日都是這樣。我們用不用介意他所做的事呢？那用廣東話一句俗語說的，就是不要拿屎上身。他衰我不用一定要因為他而受傷害，就算這個人跟我們多近幾近都好，最近的親人我們都可以不用受他影響，但我們就靠求主幫我們怎樣去得勝了。我們一起讀詩篇118篇第六節，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這個經文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一個信念，一個信念改變我們的回應，就是神勝過人，神能夠保護，這個就是一個事實來的。然後呢，所以沒有人能夠害我了，所以我完全不用怕。但是有些人不是，他是我老闆來的，他可以害我，他可以炒我魷魚的。但是當我們明白其實是神供應我們的工作，如果神要你繼續留在那裡，他一樣可以讓你留在那裡。如果神不想你去做，他可以賜給你新的工作，只要我們聽神的話。人是沒有權柄。那有些人說不是，那個是我丈夫我太太，他呢時時對我不好，那個時候這個比較複雜。第一樣呢，我們認識有些基督徒，他的丈夫太太不是那麼好，經常發脾氣，但他本身呢他學到一個方法，就是我怎樣不受人影響，他就放手了。當他放手的時候亦都善待對方，慢慢地改變對方。如果大家在網上找一些見證，有不同的見證說到有些人跟家人關係很差，但是當他信了耶穌之後，他就很大改變，很大改變之後他善待對方，對方都開始改變，因為對方很驚訝，驚訝他的改變。但如果一世人都說他這麼壞，我就要生氣，我不睬他，我不理他，我要對他不好，這樣的時候呢以後反而更加不好的。所以我們越介意人，我們就越受傷害。這個第一點，他是沒有權柄的，不能夠傷害到我們的。人害我們，但神有奇妙的計劃。我們一起讀一下
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約瑟俾佢哋嘅歌出賣咧，在人體上嚟係好慘嘅，在人體上嚟好無助啊！佢去到一個地方係完全陌生，又冇唔識得語言。但係喺創世記三十九章嗰度講到，因為佢有耶和華同在，佢就百事順利喎。這個真係好特別。喺約瑟嘅生命中，其實佢需要處理嘅。他需要處理他的生命，所以他其中呢，他的仔其中一個名字，他意思就是忘記，他要忘記以往的傷害。在這個過程他看到一件事，就是說他的兄弟想害他，但耶和華呢是有一個奇妙計劃，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那到底是不是神令到他的哥出賣他呢？其實不是的，是他的哥的罪引致他們出賣他，但神會使用這件事来到祝福成就他的计划。这个就是神那种的高超啊！无论人怎么害我们，反而当我们听神的话，亲近神，遵从神，我们反而提升的。我自己呢，其实我曾经受过很多的人的负面的说话伤害，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作为牧师是有更多，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人的要求，有时呢甚至同工呢是会有批评。我哋真係以往受過好多不同嘅負面嘅説話，呢啲負面嘅説話咧催使我去思想，更加捉緊神嘅話語。如果神係愛我，佢有佢奇妙計劃，我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呢一切好嘅嘢都會加俾我。咁我就堅持一定係可以處理到嘅。我就一路學習唔好將呢啲人嘅説話放喺心上。喺呢個過程咧，反而我係成長喎，我更加學到唔俾人影響。咁咧，甚至我而家寫呢本書《輕鬆得勝》，就係咧講出點樣其中一部分講到喺神嘅愛中咧，又跟住咧處理生命，包括唔俾人影響。喺呢個過程，我學到點樣唔俾人影響，學到點樣樣靠耶穌可以得勝，以善勝惡，善待佢哋，反而咧係更加得勝。即係話神會使用呢啲經歷咧，叫我成長並且祝福好多人。我曾經去宣教去教導呢啲教導，其中有牧師同我講啊，佢話啊，你尋日同我講點樣同太太相處，講柔和嘅説話、温和説話，就算佢有啲態度唔好，我依然講好嘅説話、欣賞嘅説話、祝福佢嘅説話。佢話我哋尋晚關係就好咗啦。個牧師翻嚟同我講，即係有時甚至係傳道人都會喺個相處上咧，會順從佢嘅自然反應啊。對方唔對我唔好，我就發脾氣，我就嬲，我就唔會睬佢，對佢唔好，唔會善待佢。但係當佢嘗試去改變，刻意靠住耶穌，我選擇去祝福，因為咁樣神會喜悅。咁嘅時候咧，佢即刻啊改善喎。咁所以有啲人都整個生命嘅提升改變。所以神使用呢個經歷幫助我，亦都使用呢個經歷幫助更多嘅人。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就算有人害我们不要紧，只要我们听神的说话，遵从他，神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好了，那我们怎样处理从人而来的伤害和影响呢？第一呢，就是接受人人都有罪性。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一起读一下，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是極度的壞，那有些人說不是，我都不是很壞的，我都未曾偷過東西。但我相信我們大家都試過嘗試去說大話，或者隱瞞一些事實，在個心就會去計劃，我怎樣說法呢，人家不知道我說大話呢？我自己有這個經驗。那我現在來說，我知道神不喜悅，我知道一定會帶來破壞性，所以我一定會刻意不要說大話。但我真的曾經試過很多次，因為呢我成日都對人即係都係啊，人哋覺得我好即係好人咁啦，所以我講大話冇人知嘅。咁但係呢個咧係造成呢、這個就係一個破口啦。即係原來一個就算一個善良嘅人，佢都會識得點樣講大話。咁何況一個憤怒成日想即係對人有不滿嘅？成日都會想講説啊唔好嘅説話嘅人，更加佢裡面咧係充滿各樣嘅惡毒。其實任何人都係，有時善良嘅人佢有善良嘅人佢嗰種嘅問題嘅。
咁所以我哋明白世人都係有罪。咁所以咧，我哋一齊讀黃色格嗰度嚇，罪人不會停止犯罪或令人煩，即係罪人咧係唔會停止犯罪嘅，同埋佢唔會停止令人煩呢樣嘢，佢會繼續令人煩嘅。所以咧，如果我哋期望佢改善咧，係好難好難，佢哋係好難改善。所以我哋唔值得因為人嘅罪而失去豐盛嘅生命。耶穌嚟叫我哋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當我哋俾人影響嘅時候，有咩後果咧？俾人激嬲啦，俾人壓制啦。一個係激嬲，一個係壓制。哎呀，我冇用噶，我咩都做唔到噶啦。我係唔一個冇用嘅人，咁啊俾佢壓制啦。咁結果亦都俾人絆倒啦，因為人嘅緣故，有好多人因為人嘅緣故唔肯翻教會，因為有人同佢講傷害説話，佢處理唔到，佢就唔翻教會，佢就覺得教會都係唔好嘅，基督徒都係唔好嘅，甚至話神都係唔好嘅。佢搞錯咗，係人唔好，唔係神唔好啊。咁所以我哋分清係人嘅問題，我哋就即係 turn off 啊，將佢熄掉啊，將佢關咗佢嘅影響。嗱，如果有個黐線佬同你講蠢材，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見嘅黐線佬。我試過有一次咧，有個即係都幾瘋狂嘅人㗎，我又唔識佢個行路咧，過馬路我哋面對面，佢跟住佢望咗，我都唔知佢講乜嘢，但係咧好憤怒嘅面情表情。是完全又不認識我，跟住就行咗過去。當時我都一下即係、就是、一下震驚啊！但我諗下佢都係有啲問題㗎啦，咁我就唔會放喺心上。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呢個能力，唔會話好耐時間。不過都有人短，有人長嘅。有啲人翻到仲喺度猛咁咒罵呢個人，就嬲嬲好耐。不過始終佢唔會嬲幾個月嘅，佢始終佢嘅時間好短。所以我哋會將一個黐線佬嘅説話咧，關咗，熄咗佢，唔放在心上，因為佢黐線啊嘛，黐線咁咪接受佢係黐線咯。或者用一個其他例子，就係、是、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做一樣嘢對人唔禮貌，嗰、那個大人話：哎呀，冇所謂啦，小朋友係咁噶啦，我哋會即係唔介意。但係點解我哋對普通人會介意？因為我覺得佢係普通人嘅正常人啊，正常人應該咁講嘢，所以就介意啦。有冇搞錯啊？佢會咁樣做法啊？尤其嗰個人一向信任慣嘅，點解佢會咁呢？但係當我哋接受，其實任何人都可以講錯説話、做錯嘢，都可以發嬲。咁我哋咧就唔介意，用翻同樣方法，黐線佬我哋唔介意，而普通人都係罪人。嗱，呢一點好緊要，唔係話我哋睇死佢你冇用，而係只係話我接受佢都會講錯説話，佢都會傷害人，所以我正如。黐線佬，我哋知道佢唔正常，所以我哋唔介意。同樣罪人咧，都係唔正常嘅。不過佢表面就正常，因為佢又賺錢，又翻工，又會結婚，又生仔，好似樣樣都做到嘅。有啲嘢仲做得好好添。但我哋知道佢係有唔正常嘅地方，所以我哋就接受人人都有唔正常。喺神嘅角度，嗱，我哋有啲人曾經去過天堂，佢話天堂嗰啲人真係好充滿愛同埋接納。好被接納，去到天堂感覺神的接納，亦都感到所有人的接納。這個就是天國的美善，就是神的國度的美善。所以我們明白的時候，我們就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所以他一定是會傷害人，所以我們就不需要介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譬如我們周圍有人、有家人、有同事、有朋友，他是時時傷害我們的，我們就明白這一點，我們就放手了。我知道佢系咁，我就唔介意啦。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至八节，我一齐读啊。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咁呢度首先讲到咧两样嘢，一个咧就系亲近神。佢话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安静地。倚靠神，我哋需要安静嘅时间。多谢天父，天父真好啊！默默地成日，我知道神系可靠，神会祝福凡爱佢嘅人。神一定祝福，当我听佢嘅说话，遵从佢嘅说话嘅时候，佢一定祝福嘅。咁我就咩事都唔紧要，俾人伤害又唔紧要，啊，损失财物又唔紧要，有咩困难又唔紧要，咩嘢都唔緊要，只要我聽耶穌話，同埋我盡我責任。嗱，聽耶穌話唔代表你淨係祈禱翻教會，我哋都盡我哋
屋企嘅責任、翻工嘅責任、對社會嘅責任，我哋全部都盡責任嘅時候咧，我哋做好應該做嘅，亦都係盡責任去榮耀神嘅時候咧，神就喜悅，佢就負責我嘅生命。咁我就係默然倚靠耶和華，神一定為我開路，神一定祝福嘅。只要我哋聽話，神一步步提升嘅。咁嘅時候，我心就有安靜啦。安靜先至能夠處理人嘅問題喎。如果個人勞勞嘈嘈，成日都好煩躁嘅，同埋咧成日都好忙碌，冇一個安靜嘅心嘅時候咧，佢係好難處理人嘅問題。當我喺神裏面，我知道神愛我，所以我放手，唔緊要嘅，世上嘅嘢唔緊要嘅。然後咧就唔好因為嗰啲道路通達同埋惡謀成就嘅人心懷不平。嗱，呢個講到就係嗰啲惡人咧，反而道路通達同埋佢惡謀成就喎。呢、这個世界上的而且確有咁嘅人，咁有啲人話點解神唔即刻罰佢呢？如果神要罰咧，個個都要罰噶，因為個個都有罪。如果神要罰，我哋都一樣有份嘅啫。咁所以咧，神係佢係喺呢個世界上，佢係容許人繼續做佢嘅嘢，但係神佢嘅計劃係祝福凡聽佢話嘅人，就會將呢啲人嘅生命一路提升嘅。咁我哋唔需要擔心，神總會開路嘅。由第八節啦，止住怒氣。當我哋發怒嘅時候，點樣處理怒氣呢？就係我哋發現裡面發嬲，即時咧去處理。啊，我留意到我發嬲，用呢個德性五部曲啊，輕鬆德性呢本書裡面有講到呢個德性五部曲，就係話咧，我留意到我有怒氣啦，跟住我知道佢有破壞性，跟住第三咧。就是聖經教我怎做，聖經教我以善勝惡，不要為惡人心懷不平。第四呢，就是祈禱求主赦免，同埋求主給我力量。跟住第五，選擇順服，我選擇不去生氣他，明明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我知道我生氣他反而破壞我生命。譬如好像我這樣，神為我開路，我去到不同國家去侍奉，神又使用這本書去祝福不同的人。但如果我在某些情況發曬大脾氣、失控，嗰啲人就話：葉牧師又寫一樣，自己嘅生活又另一樣嘢，就破壞咗神嘅計劃啦。所以我自己一定要珍惜神俾我一切，咁我就珍惜啦，我就知道有破壞性。聖經教我點做咧？以善勝惡，唔使介意嗰啲惡人嘅事。跟住咧，第四咧就係禱告。跟住第五，我選擇佢明明佢對我唔好，我選擇善待佢，一樣溫和，一樣多謝佢，一樣咧講好嘅説話。咁有啲人話好難做得到喎，唔緊要，只要我向住個方向去。你今日進步咗1%咧，你即刻稱讚自己，多謝主，我有進步一部分啊，100%，我會繼續進步嘅。咁樣咧就正面啦。我哋冇即係人通常嚟講係好難即時處理曬所有個怒氣嘅，但我有處理有進步，感謝主，又欣賞自己，我有進步，我就開心啦。我今日咧，有嘗試放低呢啲惡人嘅説話喎，我有嘗試唔理佢而祝福佢，唔理佢負面嘅説話而祝福佢咧。咁就指我今日有開始進步，開始得勝啦。咁呢個咧就會令到我有力啦。止住怒氣，離棄憤怒，唔好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心懷不平就會作惡，就會犯罪，就會得罪人。有好多人就喺發嬲嘅時候，佢就嗱離婚啦，我唔要你啦，我同你絕交啦。嗱，而家好多人咧網上咧，嗰啲 WhatsApp 啊，我 block 咗佢啦，封閉咗佢。咁有啲基督徒同我講，佢話佢好差喎，我梗係封閉咗佢啦。我話佢好差，但係你封閉咗佢，你就留低一個唔好嘅見證，係好難翻轉頭嘅。你可唔可以就耶穌所講饒恕佢？饒恕佢之後，唔係代表你要成日同佢講嘢啊，即係佢講好多唔好嘅説話，你唔使一定要介意嘅。你就係、是。分辨啦，嗱，嗰啲人講嘅説話成日都講唔好嘅嘢，你唔使一定要回應，你可以內中講一句智慧嘅説話，即係話心裏嘅平安更加重要啊！神會祝福翻聽佢嘅話嘅人啊！咁講一啲智慧嘅説話，或者話我知道你好煩惱，我知道你唔開心，求主耶穌安慰你，就令到個人平靜啦。咁咧就係德性，就而唔係 block 咗人啦。即係有啲人用個方法就係 block 咗佢，唔要佢。好啦，點解好多人既然呢個方法其實好簡單嘅，咩？即係先我以上講方法，親近神得力，神睇中我，我生命寶貴，垃圾唔好食，人嘅負面嘢唔使介意，因為佢唔係破壞神嘅計劃，係咁簡單嘅啫。我就祈禱靠主，選擇順服。但係好多人一世人都冇改呢個習慣，
一世人都是有人傷害他，即刻發誓脾氣鬧，成日鬧啊，嬲咗呢個人，唔睬呢個人啊，不斷嘅發脾氣。好多人咧，佢一生都係活在呢種嘅生命裏面。咁我哋點樣可以脱離？同埋首先就係了解點解我哋咁難脱離。呢度講出一啲原因嚇。第一就係話我好慘啊，自憐啊，我好慘啊，成日俾人蝦。嗱，我哋見到人俾人蝦，我哋都安慰佢。我知道你好慘，有人傷害你。但我哋唔係要鼓勵佢繼續以後都成日覺得自己慘。佢成日覺得自己慘，就覺得人對我唔好，我梗係要嬲佢啦。我咁慘，佢仲害我。咁第二咧就係話不能接受咁離譜，我搞錯冇理由嘅。但係答案就係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嘅榮耀，係有理由，因為佢有罪，所以佢會繼續傷害嘅。係接受呢樣嘢，人就係咁噶啦，自己都係咁，所以人都係咁。第三咧。就是對人不切實際的期望，就是好像這裡的歌聲，哇，那些人個個擁戴他，人就希望這樣，見真誰都對我好，哇，有些人會批評我，我來教會都沒有人歡迎我的，都沒有人關心我的，他經常都是講負面的事，都沒有人聽我講話的，那時候他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就會失望了。那下面就是不服氣了，他這樣對我，我不鋸，我不服氣，沒理由這樣，我要報復，但是越報復是越差的。然後就是我要報復了，就是他對我不好，我要害他，我要對他不好，我不睬他，這些都是一些常見的原因，或者有其他原因。總之我們發覺我們有某種原因攔了我們去饒恕祝福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些就是攔了我們的生命的提升。哪些人是神所喜悅呢？就是善待人，人對我們好的時候呢，所以耶穌說，他說就算惡人都善待那些對他好的人的嘛，你對那些好的，對你好的人對他好有什麼不出奇呢？但是對惡人你善待，這個就是神所喜悅的，因為神是善待那些忘恩的，那些對他不好的他依然善待的。好了，怎樣處理不服氣呢？不服氣我們一起讀一讀那些字，越不服氣越多破壞，神越不喜悅越辛苦，越不能補償，神知一切我就放手，祝福對方神會補償。這裡講到什麼？我越不服氣我就越多破壞，我生命越多破壞，神就越不喜歡，我就越做人做得辛苦，越得不到補償，所有損失的東西都沒有了。但其實神知一切的，下面就是正面的反應了。神知道一切，我就放手了，不要緊，神會幫我的，我祝福對方，神會補償。為什麼我說補償呢？在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節那裡說到，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就是當我們關心神的天國，想多些人信耶穌，並且讓耶穌作王，那裡就是神的國了。先求他的國是讓耶穌作王，同埋先求他的義，遵從神的吩咐，這樣的時候這些一切就加給我們，加給我們的時候就是給我們有喜樂平安和供應和發揮生命 的途徑，我們生命可以有豐盛的生命，這個就是一切就是包括豐盛的生命。這樣的時候就補償了，就是說本來我們是被人罵、被人傷害，或者甚至被人炒魷魚，是損失了，但是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神就會再給我們一個豐盛生命，就是補償我們損失的，未必失那樣給我們那樣，有時失了那樣沒有了，好像約瑟他沒有了他起初和他爸爸生活的日子，但他後來神給他一個新的日子，是新的方法，所以我們不要緊的，不介意的，神會給回我的。好了，我們被人罵之後，神會幫我們什麼呢？我們一起讀一下，信神深深愛我，神醫治安慰我，安慰幫助我，神愛我補償給我，我可以放手，神賜喜樂力量。那神會給回什麼？被人罵就損失了，但是神，我相信神深深愛我的，神会医我、安慰我、帮我的，神会爱我，同埋佢嘅爱会补偿翻我嘅损失，咁我就放手啦。神就俾翻喜乐平安俾我，所以俾人闹之后，耶稣一样会帮我哋被提升嘅。
大家你喜歡吃垃圾食物抑或吃好的食物呢？不過有些人他說我都是喜歡吃垃圾食物，不過垃圾食物起碼他們吃那些，譬如說有些食專是喜歡吃一些、對身體不健康的，但他都不會真的走去垃圾桶吃東西的。其實有很多人的說話，他不是垃圾，不過他的說話是垃圾，那我們就分辨了。那些不好的說話我們分辨，又不用發生氣，不用說、啊、他那些說話是垃圾，不用的，我總之知道那件事是不好，我就放手。但是我們不要告訴他，亦都我心裏面不用說垃圾，不過我用這個對比給大家去明白，很多不好的說話都是垃圾，我們就不用介意，不用放在心上的。而我們多些是想神的恩典和正面的恩典，正面的說話和人的好的東西，我們都盡量欣賞了。多謝神，神愛緊我，多謝天父，人對我好的，我多謝天父，就是吃好的東西，不要吃不好的東西。另外呢，就是傷害性的說話，就是好像以弗所書所說的，就是這個魔鬼的火箭，我們一起讀一下，以弗所書6:16，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這些火箭隨時會來的，就算你搭車，有時個有些小巴司機都有這樣的，快點啊，今晚啊，阻住啊，這樣就譬如有時他激氣啊，以前買東西他有些會這樣的，這麼大的人看了這麼久都不買，這樣這些聽完一個人就會很激氣了。如果天天都是這樣上班的時候都是有些聽這些說話，他的裡面就積存很多的怒氣，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知道這些就是火箭，就是魔鬼用的火箭。那我們信心怎樣擋住的呢？就是我相信神愛我，這些說話傷害不到我，這些說話不能夠拿走神的福氣的，所以我就深信神愛緊我，神幫緊我，我就對這些事放手了，那我信心擋住的，他說我們什麼不好不要緊，神愛我，神看重我，我是寶貴的，他說笑話不會令到我、downgrade， 不會將我 降低的。所以我們天天要清理垃圾，清理什麼呢？傷害啦，人的怒罵啦，閒話啦，控訴啦，失敗感，這個自己的咯，遺棄感，被人遺棄的感覺，憂傷怒氣不饒恕，即是有些是人給，有些是自己給的。其實有時傷害我們的意念呢，很多是我們自己來的，是因為人家給了我們，跟著我們將它翻炒 recycle， 他罵我一次蠢，我們跟著就說自己蠢很多次，就說是啦，那麼壞的那次真的那麼壞，為什麼我要做一樣這樣的事呢？人家說我蠢呢，就自己反反覆覆這樣想，這樣的時候呢，這個就變成垃圾了，這些我們就需要丟掉它，不要緊，我就算做錯不要緊，我可以進步的。同埋咧，同負面上劃清界線，好似呢個人咧，攞住個盾牌，用信心擋住負面嘅説話，但係同時祝福對方啊，呢樣好緊要喎。唔係話我擋住我就嬲咗佢，我係擋住而又祝福對方嘅。好啦，嗱，依度總括翻點樣處理啊？我哋一行行咁讀好唔好？點樣處理啊、面對同埋處理人際嘅問題，一齊讀下。人人都有罪，接受和不介意。我們也有罪，也會敏感，越對人有期望，越易失望和受傷。這裡第一行就講到人人都有罪，所以我接受又不介意了，我們都有罪，我們都會敏感，人家講的說話不是傷害我們，我們自己會敏感的。還有呢，越對人有期望，越會失望和傷心了，受傷了，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對人有一個合理的期望，我們總有合理期望，總有一個期望的。譬如你會期望你屋企人會煮飯，佢負責煮飯，你會期望佢煮飯，一定有期望嘅。不過問題就係有時期望佢煮得幾好食啦，或者期望佢其他嘢，期望佢唔好咁暗沉啦。但係佢又咁暗沉喎，咁我哋降嗰、那個降低啦。佢係暗沉噶，咁我唔好期望佢唔暗沉啦。即係佢即係你接受佢係會暗沉噶啦。好啦，第二行一齊讀啊。被人影響就業得痛苦。人習慣依靠人，所以難對人放手，需要神大能力才能處理人問題。就是被人影響就活得很痛苦，而人是會習慣依靠人，所以難對人放手。因為由小到大，我們習慣要靠媽媽，靠家人，於是大過都覺得要靠人。我們人一定是共存的，大家互助的，
但我要一樣嘢就係明白，人都會有令我哋失望嘅地方，我哋就唔能夠將個倚靠放喺人嘅身上。我哋相信神一定會俾翻我哋嘅，同埋咧需要神嘅能力先能夠處理人嘅問題。冇神嘅供應，冇神嘅幫助，我哋勝過唔到人嘅問題。我哋一定要相信神一定祝福我，我唔使介意。好啦，第三行一齊讀啊。人不能破壞神對我們的祝福，親近和遵從神，神就大大祝福。常饒恕善待人，以善勝惡。呢度下低講點做啦。人能夠破壞神對我祝福嘅，我親近神、遵從神，神就祝福我。時時饒恕善待人，以善勝惡。跟住下面啦，求神賜智慧和愛心去處理人的實際問題。嗱，我哋需要處理嘅喎，譬如嗰、那個人佢成日都傷害人，咁我哋點樣同佢相處呢？我哋要諗個方法，但有時未必係說服佢嘅，有啲人係說服唔到。我哋要諗一個方法，佢既然係咁，我點樣呢？有時有啲人我哋係需要避嘅，或者佢一路講，我哋唔放在心上。有啲人係需要問一問佢，可以問佢喎，用問嘅方法，我有咩方法可以處理呢個問題啊？我哋點可以相處得更好啊？好啦，嗱。上面一講到內心，而家跟住又講到點樣處理佢同佢相處嘅問題啦，點樣面對佢嘅問題。第一咧就係傷害我嘅人，佢哋受好多傷害。馬太九章十三節一齊讀嚇，經常説：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神中意我哋憐恤喎。其實罪人嗰啲容易鬧人嘅人咧，其實佢係曾經俾人鬧好多，所以佢會鬧人。他曾經被人藐視很多，所以他會藐視人。他不懂得跟人相處，他亦都將來要受審判，其實很慘的。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我就憐憫他了。我一起讀左邊那幾行，我就憐恤他，為他禱告，饒恕他，祝福他。但有些人說不鋸，他對我不好，我還要祝福他。但我們越是這樣做，神越喜悅，我們都能夠見證神，我們就成為基督的身體的彰顯。嗱，我哋個個都係基督嘅身體喎，我哋教會就係基督身體，基督徒又基督嘅身體。不過好多人咧，唔係彰顯基督，係彰顯罪。好多基督徒係彰顯罪嘅，但係我哋活出好似耶穌咁樣祝福人咧，神就喜悅，我哋就能夠為主作美好嘅見證啦。嗱，有兩種行動，當人唔好嘅時候，一種行動就係論斷，另一種行動就係施恩或者饒恕。我一齊讀下路加六章三十七節。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经文非常好，就讲到如果我们不论断人的，不定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不被论断，我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我们饶恕人呢就祝得到神的饶恕，我们给人其实呢原文呢就只是 gift 而已，没有个人字的，所以这个给呢是包括奉献和给人帮助人，那呢就会必有给你们。神真的很好，他们做任何好事他一定纪念，给一杯凉水一定不得想，不能不得赏赐。而这里说呢，你给人和奉献呢就會有必有給你們，並且十足的星斗，神稱到十足給你，連搖帶好像米咁樣搖下搖下，又撳到佢實曬，上尖下流，好似倒啲米咧，倒到尖曬咁樣流到瀉曬嘅，倒在你懷裏，因為你用咩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所以呢個經文鼓勵我哋善待人，神就善待我哋，你嘅生命就一定蒙福嘅，神就喜悅。而冇爱心咧，就系住在死中啦。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有好多基督徒嘅生命都系好接近死亡嘅方式。同埋我哋都知道，有时一啲说话咧，社会好兴嘅，有啲人窒下人啦。哎呀，你真系冇用啊！你啊，即系同学之间就好常有嘅，笑对方啊。咁有时有啲人都会笑嘅，笑下对方嘅体型啊，笑下对方学得慢啊。咁但系圣经话咧，俾唔好惹气啊，唔好彼此惹气。任何嘅说话惹佢气咧，都系唔好嘅。而我哋点样有动力呢？
就是我好神好爱我，我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犯罪一定有破坏，我遵从神一定蒙福。好像我真的看到咧，当我听神话，神一路为我开路，祝福好多人，我是好喜悦的，时时都有人揾我，咁我又帮到佢，我又开心，我知道神开心，我深信神一定开心，因为唔系要我哋做得完美神先开心，总之我哋跟住神嘅方法，神就开心嘅，所以我有动力，就算几唔方便，我都会帮人。有时有啲人揾我，我尽量去揾方法去帮佢嘅，咁呢个就系神俾我嘅心，我希望神都俾你呢个心，我哋能够祝福人，我哋就蒙福啦。好啦，处理人嘅问题咧。有两种人，有些是难以改变的人，有些是可能改变的，那怎么处理呢？中间就是我们总是对他们这样做，就是对两方面都是善待对方，不要惹他怒气，有错就道歉，这个对任何人都对的，但是难以改变就不要跟他争论了，这个就是处理难相处的人，善待他可能会软化，接受他难以改变，有些人很难改变的。好了，那些肯听的怎样呢？我们聆听和回应他的感觉，请教他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请教、哦、我们有这个问题怎样处理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有好的关系、我们怎样能够更加荣耀神、又欣赏他任何好的地方、这个探讨、有什么方法呢？他讲出的方法好、哦、我们怎样可以做得到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不是告诉他你要怎样做，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改善呢？譬如你和你先生或者你仔女关系不是那么好，你说我们怎样可以改善呢？用这个探讨的方法呢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因为你不是教他，而多些讲恩典的说话。恩典的说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啊，我关心你，我欣赏你，你做了美好的事，我珍惜你，你是宝贵的，你有很多长处，神会使用你，你有心帮助人，这些都是欣赏了。这个我们最后总括了，怎样讲律法的时候，你说很多时候都要做事的嘛，处理问题怎样处理呢？这几个就是很多用探讨的方法。第一就是探讨和引导，我们怎样，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很有效的方法，我们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想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你覺得行不通啊？咁呢啲咧就係一個探討嘅方法，係非常有效嘅。咁第二教導啦，教導我哋都可以柔和嘅喎。呢度講到柔和，點樣柔和呢？我哋咁樣溝通係咪會更加好啊？不如即係其實喺度教緊佢，我哋咁樣溝通係咪會好啲啊？我哋試下聆聽對方係咪會好啲啊？用個問題嘅方法。就不将人的负面话放在心上，会不会更加好啊？嗱，佢讲咁多好嘢，唔好嘅嘢系咪唔去谂佢，会唔会好啲啊？问下佢，嗱，佢成日都系咁噶啦，咁你可以点样方法唔理佢，唔俾佢影响啊？咁样呢个就系教导佢嘅，其实吩咐啦，请你帮我洗碗好唔好啊？就唔系话你咁耐都唔洗碗噶，你成日都唔洗碗噶，咁样呢个咧佢就唔中意听啦。但系我哋话，请你帮我洗碗好啊，我一齐做好唔好啊？嗱，有时都需要指责噶、哦。但用一个问题的方法，你这样迟到你觉得会带来什么后果啊？用一个问题的方法，最好用了探讨引导，最后他一直都不听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他了，你觉得你这样迟到会有什么后果啊？你觉得这样讲说话会令人有什么感觉？这几样的处理方法是非常之重要，而且是一个智慧的方法，用问题。譬如你的仔不听话，你说、你觉得现在你譬如你读书你的情况你觉得怎样，你问他了，你觉得、譬如你、考试不好了，你觉得怎样，就不是说、说了你的啦，不要打机，你现在成绩这样不合格，那你真的将来你做乞衣的了，那他就听你一句发怒了。但我们说你觉得个成绩这样你觉得怎样、他如果不肯讲，那你由得他先，等他平静的时候才讲，即首先我们不要惹他怒气，你觉得你咁樣成績點樣啊？你啊想唔想啲成績好啲啊？有啲咩可以做可以好啲啊？同埋欣賞佢啊！你有曾經試過，你有試過，不過未夠成績未夠好都唔緊要，你努力咧我就欣賞你啦。呢啲咧就係一個方法去引導同埋欣賞，引導同埋欣賞咧。如果要改變人，效率低嘅指責、控訴、唔好嘅態度、
唔理對方嘅感受，就係講自己想講嘅，太多指示。更有效咩呢？聆聽佢，關心佢嘅感受，回應佢感受，關心佢嘅困難，從對方嘅角度睇，引導佢分析，引導佢解決。嗱，呢啲都係會幫到我哋去逐步提升同埋處理家人嘅關係，或者有啲一齊相處嘅人關係。用引導嘅方法，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呢、这個德性暴曲我就先講咗啦，讀一讀個紅色字好唔好啊？留意破壞性、聖經觀念、祈禱、選擇，就係、是、我留意到個問題。啊，佢有破壞性嘅，如果我繼續俾人影響。第三咧，聖經叫我點做呢？由我祈禱求神赦免，同埋俾力量，同埋選擇去聽神嘅話。咁而實際上我哋需要處理嘅，我哋而家唔詳細講啦。如果你有問題，可以聚會之後問我嘅。同事問題點處理呢？夫妻點處理呢？朋友點處理呢？教友問題、家人問題、同工問題點樣處理呢？都係每一樣嘢都需要不同嘅智慧。但係基本上我總括翻係咩方法呢？唔使介意佢做過啲唔好嘅嘢，因為人都有罪，唔使放在心上。而我心係祝福佢，我相信神會祝福我嘅。我善待佢。这个人有机会改变，亦都神会喜悦的。我可以引导他怎样处理，但起码我尽快处理。我自己试过呢，曾经在外国我就曾经做院牧的，就是支持我的教会的侍奉。在个医院里面就有些基督徒，但他们呢因为整个医院的气氛是不喜欢基督徒的，他们不敢让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同埋咧，覺得牧師咧喺度做院牧咧，佢哋唔係咁中意。咁有一個同事咧，佢係基督徒嚟嘅。我每一次去同佢招呼，嗱，我係人都招呼啊，個個都招呼佢，就算佢冇乜彩，我都照樣叫佢嘅，因為我要保持建立一個好嘅關係。但呢個人，我每一次叫佢，佢都係咁噶，佢做緊嘢，望一望都早晨咁啊，即係我叫佢早晨咯，早晨咁，跟住又即刻又做翻佢嘅嘢，次次都係嘅。咁我個心裏面覺得唔舒服，即係我哋大家都係信耶穌，可唔可以咧有少少，即係可以少少嘅骨啊回應啊，多啲嘅回應啊。但係佢次次都係咁，我就預備定啦。我見到佢喺遠處，我知道佢係咁啊。我心理準備，佢係咁嘅反應，唔緊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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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過去照樣稱呼佢，一樣話早晨。佢又係咁樣，咁我轉身話唔緊要，神愛我嘅，我唔俾佢影響，係神祝福嘅。我就刻意啊。我是刻意去處理。咁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咧，佢唔係好接受聖靈嘅工作，佢就揾咗另一個牧師同我傾。咁啊，佢咧就同我傾啦，猛咁講，即係佢覺得我唔啱嘅地方。咁我聽咧，我知道佢嘅意見已經定，我就唔去改變佢啦。咁我就只係聽佢講，我只係咧啊岌頭啊。然後最後我係祝福佢，咁佢跟住走咗啦。走咗之後，那個牧師同我講啊，佢話：葉牧師，你真係好犀利啊！佢一路話你，你冇乜反應喎，即係唔係冇反應，而係冇乜負面嘅反應。你又唔嬲，你又唔激氣，你好似冇乜嘢咁樣樣喎。咁我就話俾你聽，我就分辨到佢個裡面佢唔中意。我同佢越講，佢越冇用，所以我用個平和嘅方法。反而嗰個人咧過後就好後悔喎。他就找了牧師，唔該你找了葉牧師一起，我們再傾翻計啦。咁咧就結果即係嗰件事係解決啫，即係解決咗嘅。我哋一起見翻面又冇嘢。咁而嗰個牧師話俾我聽，佢話呢件事佢覺得好內疚，佢點解會咁樣同我講嘢咧？咁即係當我哋柔和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唔受人傷害，亦都有好嘅見證，亦都會影響翻嗰啲對我哋唔好嘅人。求主幫助我哋喺呢件事上得勝。我一起起身，我哋祈禱求主。给我力量，多谢天父，主耶稣，多谢你，因为我们个个人都曾经被人伤害过，我们曾经被人影响过，但是神你爱我们的，神你好想我们得到释放，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也都有智慧用能够善待人，我们多谢天父，感谢天父，求主帮我们在这一阵我哋諗到一啲對我哋唔好嘅人，我哋嘅心裏面就去體恤佢，因為佢好受好多傷害，
所以他的心里面有很多不开心，我们就体恤他，我就祝福他，我就饶恕他。虽然可能我们不是立刻饶恕完，但我们尽量尝试每一天去饶恕和祝福，让我们能够不被他影响，也都能够祝福他们。求主同我们一起多谢天父。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洁告诉我。主耶稣有你爱我，你就足够。有耶稣爱我，我们就足够。有耶稣爱我呢，我就能够爱人。求主帮我们谦卑、温柔、忍耐。歌词打出来啊，凡事谦虚，还有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还有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耶利保守圣灵所赐，阿耶维亚的心，耶利保守圣灵所赐，好意为人的心。求主耶稣赐给我们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用爱心彼此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主耶稣赐给我一个柔和的心，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叫我在这件事上得胜。多谢耶稣，感谢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如果大家想我为你祈祷，你可以出来的，我会为你祈祷。我们都可以一样保持一个距离，但是神可以祝福。OK， 可能你结束了聚会之后，同埋今天我带《轻松得胜》本书来的，我里面讲的内容都是《轻松得胜》里面有的，怎样活在神的爱中，怎样享受生命，怎样呢？是三个大部分，活在神的爱，活在神的供应，活在神的计划，然后跟着处理生命，不被人影响，怎样不被人影响，怎样胜过罪，怎样胜过负面思想、负面情绪、负面的潜意识，怎样处理婚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人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侍奉的问题，都有讲到的，怎样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怎样发挥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所以这本书是一本提升生命、帮助人和神关系好、帮助人处理生命，然后怎样发挥出来的，提升人的生命和提升侍奉。所以对于牧养、照顾是非常好，并且有很多讨论问题的，可以在小组用的，可以呢一路跟着他的课程，它里面是有十课，但是每一课是超过一堂的，所以呢里面其实有几十堂的，可以呢帮助人整个生命。所以首先我们自己用，跟着可以即是可以呢去帮助我们的帮助的人的。好，祝福大家。